稍微摆得比较高一点哦。哎呦，但是柴磊包再做一个双杀，要哎呀三杀！哇哟，三杀！三杀出现了，五四三啊！稍微摆得比较高一点哦。哎呦，但是柴磊包再做一个双杀，要哎呀三杀！哇哟，三杀！三杀出现了，五四三啊！直接。完全结束了这一个半局的攻势，哇，这个对于乐天来说很伤啊。那五局打完啊，客队的目前呢是两分的领先。